好声音的十周年是华语乐坛蓬勃发展的十年。第十季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四位华语乐坛顶尖导师和四位导师助教共同组成了史上最强导师团。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第十季终于开播了，而且这一季开启了新的4+4导师模式，由李克勤、那英、汪峰、李荣浩带着过去好声音出道的走红歌手张碧晨、吉克隽逸、吴莫愁、黄霄云，以助教身份一起助阵抢选手。节目的第一集，历届导师们就带来精彩表演。谢霆锋和庾澄庆靠投影方式和本届导师汪峰隔空合唱。雪花沾满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微风乱首次担任导师的李克勤，隔空和歌王陈奕迅、刘欢互尬菊花台，致敬原先也要参与节目录影的周杰伦。其实节目最早宣布周杰伦将出任第十季导师，却因为疫情关系决定取消。而周董也在首集惊喜出场，与李荣浩自弹自唱，把那英的《默》唱到让人起鸡皮疙瘩。和李健演唱，靠着一首《等你下课》，搭配原唱周杰伦的古筝伴奏，节目嗨到最高点。中国好声音是我的伯乐，好声音在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吧。不管怎么样，以后我会勇敢地唱下去。然而中国好声音第十周年开播前夕历经风雨，2016年版权争议，节目被迫改名《中国新歌声》，欢庆十周年的海选活动也受《青春有你3》的倒奶事件波及，一度传出中国大陆官方要禁止选秀节目播出。如今突破障碍，重回荧光幕上，这届又会出现哪位炙手可热的新声音，或哪些经典歌曲？观众请继续期待下去喽！